1980年，我的父亲第一次开始出门做生意。老爸无啥物人等你，就一粒手指等你去做饭。他得到了他的第一桶金。见证了我的成长。啊，对。啊，没事吗？别处没事见。他也失去过他的记忆。经历了他的成功，他也遭遇了他的失败。现在该轮到我了。我梦想着有一天，我也能像他一样伟大。去那边要干什么？把现在的做好就行了。你整天在外地，父母老了怎么办？你能做到的，你儿子也一定能做到。哎呀，哎呦！一粒手指等你去做饭。